大家好啦，欢迎翻到呢集嘅的士驾驶报告啦。咁今日系星期日啦，又开工。咁啊喺度前边呢个位咧，啊青山公路呢个消防局呢个位咧，已经直接有个街客咧就上车就去元朗嘅大棠路。咁啊朝早就比较多，即系凌晨时分就比较多呢啲会入下啲大西北嘅街客啦。可能饮完酒啊，玩完之后咧就翻翻去屋企，咁所以咧就坐咗的士啦，因为而家公共交通唔係好多，咁咧同埋想講下咧，咁今日咧又係遲咗啲開，遲咗半個鐘左右啦，因為都係日本旅行完翻嚟咧就起唔貼身啊，又係嗰啲，但係咧其實個生意額咧好似仲好過平時五點鐘開嗰啲，咁有陣時就係咁樣噶啦，啲世事難料啊，都係睇下好唔好彩啫，同埋今日我覺得呢一間咧都係幾有趣嘅。咁啊，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咁所以咧就系啦，大家可以继续睇呢个片。好，咁啊，而家过呢个大榄隧道啦，咁啊，仲系收55蚊，呢个又系一个历史嘅记录嚟噶，因为迟下又收58蚊啊，所以头先见到嗰个收费显示屏写55蚊，都系一个历史嘅印记。因为10月8号仲有，应该10月8号啊，应该开始会加3蚊，就变咗58蚊。咁 OK， 而家已經到咗元朗呢一帶啦，大棠路下一個出口出咯，咁啊係啦，咁啊呢個路口又小心啦，之前有啲爭議或者有啲意外嘅呢個路口啊。好，出翻嚟咁啊，直行再轉左，咁啊入大棠路，咁啊而家已經係大棠路噶啦，咁啊睇一個客要喺邊個位度停啊嘛，佢話一路直去，咁好啦，一路直去。咁啊，去到呢个位，佢话呢个位停得啦，咁啊落客，然后咧就揾客啦。咁都唔知边度有客，我谂住都系吉车翻荃湾啊，或者出九龙啊。但突然间，诶、哎，有人截车，咁啊话水边围村去唔去？我话去啊，咁样。咁啊，應該係咧，佢原本想截綠的嘅，都見唔到，離遠都見唔到我係紅的，咁啊截咗我，然之後順便就問下我去唔去啦，咁樣，咁我一定去嘅呢啲，咁啊係啦，因為離遠喺個黑夜之間咧，你離遠你我都試過，真係睇唔清嘅，係綠定係紅，所以都有陣時會有啲街客截咗紅的佢啲新界地方係可以嘅。之前有啲人問，有個觀眾問啦，即係。在新界变红的可唔可以上客落客是可以的，即是可以做啲新界去新界期的，冇话唔得嘅。咁啊，只系唔可以去啲新界的士站埋站咯，即系譬如你唔可以去一个写住新界的士只限新界的士嘅站咧去埋站，咁啊唔得。但系如果一般嚟讲咧，新界街上面即系车到呢啲咁嘅街客咧都系可以嘅，即系啲新界去新界街客都系可以。咁所以就系啦，头先做马水边围村咧，就决定就走，再逗留喺度都冇意思啊，因为好难揾客喎，凌晨嘅大西北吓。咁啊，决定经屯门公路啊，走翻出去九龙嘅时候咧，我就开住 Uber 啦，咁啊有客喎。咁不过有阵时 Uber 都未必一定系出九龙啊，出荃湾嗰啲嘅，有机会系做翻啲区内嗰啲，即系屯门去下屯门，屯门去天水围啊，屯门去元朗啊咁样，或者屯门去嗰啲扫管笏咁样，所以即系有个风险啦，同埋系啦，即系未必系出九龙，未必系出翻去市区嘅方向。咁啊，即管睇下佢系咪啦。咁喺呢个新屯门中心港铁车厂出边，咁唔錯喎，去全新天地咁啊，帶翻我出市區啊！啊，咁就幾好幾好，好少可啊！咁朝早咧可以喺大西北遊客走嘅咯。你見我頭先喺屯門公路，即係嗰度攞定條中線，你都知道我打定輸數啊走噶啦。咁啊，通常都打定輸數嘅呢啲位，因為即係。大西北朝头早真系好少可，星期日啊，朝头早大西北系好少可有客走到嘅，我自己嘅经验。不过吉车出去都唔系好耐嘅啫，我谂屯门嗰个位出翻去都系10几分钟，去到最近有客嘅位啊，荃湾啊嗰啲咁样。
所以其實時間上不算很耐嘅。如果架車出翻去，係啦。咁好啦，而家沿住條屯門公路出去啦。咁啊，我想講好似好多車都好快咁樣，屯門公路。即系我都唔系慢噶啦，但系好多即系头先都几多人爬头下啦，屯门嗰度，尤其是大榄隧道嗰一段，唔系讲错，大榄涌嗰一段系好多车咦冚冚咁样去，我想讲屯门公路，即系转车站嗰度咧，嗰个位系咪因为嗰个位即系大直路，所以啲人就去得好爽好快啊？唔知啊，咁啊。就是純粹有一個咁嘅分量。好啦，咁嚟到呢個路口就轉右啦，咁啊前面啊再轉右，咁啊全新天地已經喺度噶啦，就喺斜對面呢個位置。咁就呢個位落客，咁啊繼續接客啦。接到下一個客咧，其實好近就係呢個沙咀道呢一位置，然之後咧就去丁九村嘅，咁行。呢、這個青山下路去啦，亦係非常之近嘅啫。其實咁好啦，俾呢架帝景酒店嘅小巴爬頭。咁啊，佢呢啲都好快喎，呢啲就係我慢咧啊。今日唔知啦。好啦，落客。咁啊，嗱，入唔入帝景酒店睇下咧，算啦，唔入。懶得入，我諗入得帝住帝景酒店好多都會搭嗰個小巴出去再接駁其他交通工具啦，所以應該唔會有咩街客啩。係啦，佢出邊個帝景酒店出邊都冇的士燈嘅，所以我無從稽考入邊有冇客。咁咧接下來咧就係、是、接咗呢個客啦，就喺麗城咧去太子嘅保護兒童會。咁啊出奇地今日好似啲位唔知咪。看到無論是條街啦，或者係啲 apps 都係好像比較需求高喎，叫車的需求比較高。呢條街頭先麗城冇人等客嘅嗰啲位置，正常嗰啲位置可以排，應該可能有兩三架車喺度等客，或者係咯，即係冇人嘅喎，奇怪嘅。星期日嚟嘅喎，咁樣即係唔係正常唔係周街都喺度等客啊，然之後。啲 call 車嗰啲 app， 即係無論你 Uber 好啦，或者香的就會冇乜 order 啦咁樣，即係正常係咁樣，但今日又唔係喎，咁啊朝頭早嚟喎，咁都仲做得下喎，我想講，即係唔使喺度呆等喎。我諗之前見過，即係有睇開我啲片都知道，有陣時真係會喺度呆等啦，咁啊，但係今次又冇，所以我話呢一間都幾好，可能係純粹係好彩咯。咁好啦，太子堡兒童會落客，咁而家唔知啊，我係跟咗前面嘅的士轉右，我自己都唔太知道自己上邊，唔知有冇人都會同我一樣，即係唔知道去邊度揾客嘅時候咧，就跟咗前面嘅車行，咁啊，結果嚟咗呢條太子道啦，咁啊一路去九龍城睇睇啦。咁呢個時候咧，接到個客咧就喺呢個彩虹村。咁其實雖然喺九龍城過去啦，但係好近嘅啫，個時間好快到啫。咁啊上客啦，咁原來佢要一個站去新蒲崗，咁所以咧又調翻頭喺呢個位置轉過去新蒲崗啦，經過個死尾街巴士總站出邊嗰個位置。咁佢就要去嗰個新蒲崗新蒲崗嘅嗰個廣場嘅出邊。咁啊，呢啲正常就提早打定電話俾個另一個人啦。如果要叫另一個人落嚟，但系咧佢差唔多嚟到先打嘅。咁啊，佢問我可唔可以停一停嗰個位置，我話真係嗰個好阻人，我拍埋一邊。咁有陣時啲醒水啦，咁樣，不過我又冇乜怨言嘅，咁啊，因為呢啲時候正常冇乜客嘅，咁所以都冇乜怨言。咁啊，不過呢啲正常醒水，咁啊，如果兩個客一齊嘅話咧，我覺得你係彩虹村起步開始要打電話叫嗰條友落嚟，
认真。即系我由彩虹村起步嚟新蒲岗，可能你当过一两个路口啦，你已经开始要打电话叫条友落嚟咯。咁就唔会阻到其他人。即系我好态度啫，我难保其他司机系唔系咁好态度啊嘛。即系系啦，有阵时候啲将心比己咯咁啊，系啦，我冇乜特别嘅，我冇乜感觉嘅，但系有啲人可能会有感觉。咁啊，而家过一过去湾仔啦，咁啊去呢个新鸿基中心。咁啊，突然间停晒红隧，咩事？唔知道。又通翻啦。咁啊，好多啲车啦，喺头先啲隧道口吓。咁啊，继续。前往呢个湾仔，咁啊有啲少少嘅封路啦。不过我嘅诉求就系翻工咯，即系系啦。我嘅诉求就系翻工嘅啫。啊呢啲就好啦。呢、這个时候接到个客，咁啊呢个君悦酒店，咁啊非常之近。咁啊个人就行出嚟，那个酒店職员行出嚟话呢度停都会阻到人啊。但我接咗 call 车，我唔系的士客，即系我唔系街接街客。之后佢话都叫我去的士站度等等啦。如果有其他人嚟就兜个圈咁样，咁都啱嘅，都啱嘅。咁不过个客咧都好快出嚟，咁咧就去机场。咁啊，又离开港岛了啊，去呢个机场。咁啊，讲真，我内心仲有少少满心欢喜，去机场会唔会可以排到个客走出嚟？咁啊，因为已经嗰啲长假期过咗啦嘛，即系之前嗰啲唔系长假期啦，之前暑假嗰啲过咗啦嘛，而家其实应该冇咁多人去机场啦。换算讲咧，就冇咁多车会去咗机场啦。咁所以我感觉上啊，今日嘅机场咧系会冇咁多的士喺入边等客嘅。而且我的时间也不算，我时间唔系，我时间都问水，其实我时间问水，差不多是九点左右，八九点左右去到机场咧。呢段时间咧就会根据嗰个航班的时间表咧，就系冇乜航班嚟香港嘅。之后就去到好似十一点。左右十点半到十一点左右先开始慢慢有翻啲机嚟香港咁样，我记得星期日个时间表大概咁样，咁唔怪之啦。咁啊，我满心欢喜以为应该唔会好多的士入机场啫，而家过咗个暑假，点知咧就都系好多嘅。咁啊，而家就沿住个青马大桥入去啦。咁啊，好，咁啊已经过完桥啦。咁啊，沿住呢个青屿干线咁啊，一路直入机场啦。我想讲呢度又奇怪，我呢度啲人，我想讲有啲人唔系行紧一百一十咯，即系冇行，可能行到一百或者九廿几咁样，之后就会食住条中线。咁啊，系啦。其实香港会唔会应该好似仿效嗰啲台湾咁样咧，设立啲高速公路嗰啲行驶嘅下限，即系有啲人系真系会慢同埋顶到后边咁样咯。即系机场嚟讲，即系我尝试想 keep 住自己行中线，但真系有啲人一百都唔够咯，得九廿几咁样，即系我跟唔到佢行落去咯。有阵时候。即有時想安全駕駛一下嘛 ，keep 住行條中線都唔係好做到。咁好啦，而家機場落客，咁啊落完客繼續揾客啦。咁啊睇下個機場個的士個 app， 咁就150架車就103分鐘。咁啊我又同埋頭先落去嘅時候我都望一望嘅。都是满晒的，所以不排了。来到 Shell 又没有气，原本打算打个气，来到 Shell 呢，机场这个 Shell 他说个气枪坏了，没有气入。所以有时候呢，真
有啲可能有啲人會諗住做埋支旗入機場之後就入下呢個戲啦，但有陣時候世事難料咯。你辛辛苦苦捱到嚟機場咧，即係我唔係咁嘅情況啦，我純粹想中途補個戲啦。但係如果有啲人係真係諗住捱到去機場啊，然之後喺機場再入埋戲咧，遇到呢個氣槍壞咗嘅事件咧，佢真係欲哭無淚。你最近去東涌，你都再加個幾公里啦，咁所以。系啦，有阵时真系唔好踩到咁尽咯，即系唔好去到真系最后一刻先入戏咯。系啦，同埋你可能预做埋个客，然之后喺边个位可以入戏啦，但系最后世事难料，就系可以冇戏嘅嗰啲戏站或者个戏窗坏咗咁样。咁好啦，因为头先讲翻头先啦，因为机场太多车啦，咁啊103分钟换算即系大概200分钟啦，根据我嘅经验。咁就三個鐘頭多少少咁啊，都合理嘅。其實我想講三個鐘頭，因為計到去開始多機嚟翻嚟香港嘅時間咯，即係大概11、12點嘅時候開始比較多機翻香港嘅時候，你先會上到客咯，係正常嘅，我覺得有。咁所以咧就離開啦。咁啊轉出嚟長康呢邊咁啊，睇下有冇客啦。其實呢個路口有陣時有客嘅，但係有人排緊啦。咁啊而家去一去廁所。咁啊，去完厕所出嚟咧，就接到客咧，就喺呢个青衣嘅明晓汇，咁啊转右，咁啊入嚟呢个明晓汇，咁啊上客咧就去呢个善美飞路，咁就都系经西隧过去啦，咁啊系啦，呢度咧就青衣南部呢度咧好方便嘅，咁啊直接可以上呢、這个。嘅三號幹線就落去嗱，就可以落去呢個三號幹線啦，咁啊，再一路大直路啊，直去衝啊，咁啊都唔好衝咁樣，即係安全車速行駛，咁啊係咯，即係唔好爆條快線啦，同埋咁就嗱行幾快都冇用，因為又有一个全人类停顿嘅事件，咁啊，好似头先朝头早洪水咁样啦。嗱，而家全人类停顿，全部人全世界停晒啦。咁啊，我嘅诉求都系啦，我嘅诉求都系嗰、那个，我诉求就系翻工。但系而家就但系又通翻啦咁。好，咁而家继续前往呢个西隧。咁啊，咁通常多车嘅时候咧，都系慢线会比较优胜嘅咁样。同埋我真系要去行慢线嘅，我去善美飞路体育馆。咁好啦，而家就出到嚟坚尼地城。咁啊，直去就转入石山街嘅啫，都系。善美飞路体育馆已经在前面啦，落客，落客之后咧就去一去入戏啦，附近水街戏站啦，反正呢段时间咧都冇乜客嘅，咁啊唔系咁容易有客嘅，咁啊适逢自己就喺呢个戏站嘅附近咧，就去入个戏啦。咁啊，前面嗰度咧转左啊，直去再转右就系噶啦。不过呢个戏站，大家如果睇开啲片都知道我少嚟嘅，系啦，就比较少嚟啦，唔知点解，就系比较少。咁啊，嚟入一入戏啦，然之后咧就继续揾客啦。咁就。咁啊，谂住去到嗰个上呢、這个东边街，咁啊睇下上一上条东边街有冇客。咁啊喺呢个时候咧接到个客，就喺呢个西摩道嘅，咁即系呢度直上就系啦。咁啊西摩道啊直上。再前一个路口，
咁啊到达，咁啊上客西摩道咧就去土瓜湾嘅体育馆。咁就都系行红隧啦，呢、這个就冇理由行西噶啦，你冇理由行东噶啦。咁啊呢个行程其实点都系行红噶啦。咁啊落翻嚟就转左出翻嚟高士打道。好啦，而家又开始啊去红隧，咁啊应该啊唔系好多车，即唔系好多车啫，应该系直入嘅。咁啊一如既往，一如我所料咧都系直入嘅。咁啊朝头早星期日嘅朝头早正常都直入啦，咁啊不过唔系喎，头先系卡住喺度嘅喎，咁啊可能呢一日特别啲啦，咁啊好，咁啊转翻出嚟。咁啊，繼續直去七咸道。咁啊，其實已經離土瓜灣體育館啊唔遠噶啦，過埋呢一個路口啊，直去到嗰啲好多啲 Ford 的士嘅地方。咁啊，呢個位啦，咁就係土瓜灣體育館啦。好多呢啲係啦，好多啲福特的士喺度嘅呢個位度。好，继续找客，乱咁碌啦，咁样，诶，都有客喎。但个客咧上完之后咧，叫我行啦，之后佢话去唔知边，即系佢讲话去红磡唔知边度咁样，之后佢一路讲唔到个地点，就叫我行啦。咁啊，原来佢去土瓜湾半岛广场，所以头先系掉头。咁啊，有阵时系咁样噶啦，即系。嗰下截車嘅時候都未係好清晰地講到個地點，最後佢又 show 個手機俾我睇，即係佢連講係去半島廣場都冇講到呢件事，但係呢四隻字啫，淨係佢都講唔到，不過是但啦。咁有陣時係嘅，因為佢未必好熟嗰個地方。咁啊，去完呢度落客之後咧，就接到個客啦。咁啊，就喺前边嘅呢一个位又等一等个客先啦。吓，咁啊，诶，呢度好似都系一个攞客热点嚟嘅，我见到。咁好，就喺土瓜湾嘅炮仗街，咁啊去鲗鱼涌嘅东达中心，咁啊转右出嚟啦，然之后喺前边咧就上呢个。上呢个天桥，咁啊非常之快咧，应该可以去到红隧口啦。唔知道今次会唔会又系卡住喺度咧？好似头先咁样，咁啊冇嘅咁样，又系直入系列喎。咁啊已经系啦，朝头早都系嗰句，朝头早咁啊红隧正常都要直入嘅，系唔应该好似朝早咁样卡住喺度嘅。啊，好啦，然之后咧就。行东区走廊啦，去呢个鲗鱼涌嘅东达中心咧，船澳里嗰个位啦，咁啊。但我想讲咧，就你去呢个东达中心咧，少不免都要食好多支灯位噶啦，其实，因为佢系嗰个位置嘅问题咧，令到佢要食好多支灯先会到达嘅。咁啊，不过啲灯咧就都几顺下喎，其实。如果你是卡的话，刚才后面很多支灯的，其实一路来这里。好了，今天到达。到达又接到个客人在上面康景花园。那就下去康景花园啦，跟着一下小巴。就这个回旋处好像有点小啊。有些车可能接了 call 车要等客都要回避一下。咁啊，实在系小细细地啊，个康景花园个回旋处。咁啊，康景花园去白沙湾游艇会都几大噶呢支旗。咁啊，去西贡嘅嗰一边，同埋佢好处就系佢唔系去到西贡咯，佢去到白沙湾。因为咁早入西贡，边有客走啊？咁啊，去到白沙湾啊好啲嘅。咁啊，你吉车走嘅距离又短啲，咁啊几好。
就而家穿过呢个东隧，咁啊经翻都系行坑口入啦，就将军澳隧道坑口入。咁啊地图咧就有教过，导航有教过行张南入，但系行张南入就唔系会再兜咗大圈同埋多咗灯位咯，其实应该系行将军澳隧道之后经翻坑口入系正常啲咯，感觉上，因为将军澳隧道好快嚟到呢个回旋处啊嘛，但系如果你张南嘅话，你需要好一段距离噶，真系唔知啦，唔知道大家又点睇咧？如果要入即系东隧入西贡，但系会唔会直接系去到嗰、那个彩虹村嗰个位置，再行清水湾道入呢？其实都系一个可行嘅方法嚟嘅。咁好啦，入呢、這个咁啊，而家一路经住呢个清水湾道，一路入去西贡啦。好啦，嚟到呢个位啦，咁一路再入。咁其实白沙湾已经系前少少嘅啫，咁一两分钟后已经到噶啦。咁啊，白沙湾游艇会就喺前面转咗呢个位落客啦。咁啊，落完客，咁啊可以去厕所啦。前面有个厕所嘅。咁啊，去厕所，咁啊，去完咧又继续揾客，咁啊，不外乎出翻去将军路嘅啫。咁就而家就啊，架车出翻去将军路啦。咁系啦，沿途呢啲位都。好少有機會有客噶啦，未試過喺呢條路沿途上到客嘅，咁所以即使開住個旗咧，都未必有客嘅。而都正常啊，到呢個位咁啊，開翻個 HK taxi 咧，香的咧，應該係會有客噶，但係即係應該會有啲旗可以揀噶，但係冇喎。即係我又重開個 app 啦，真係冇啊，唔係唔知做乜嘢。而家將軍澳有啲弱啊，今日好似。有啲 weak， 咁啊，最后系开 Uber 咁啊，就厚德村上下去观塘物业街，因为真系冇咯，即系仲满心欢喜入到将军澳啊，咁啊，睇下可能有啲期拣下啦，去港岛好，出去，譬如荔枝角啊，咁样尖沙咀啊，旺角好，冇，得嗰啲少少嗰啲咩康城去百胜角啊，嗰啲咁样嗰啲。咁點解呢？原來佢又係好似係咩開放日囉，嗰、那個百勝閣開放日，可能好多車入咗嚟囉，我唔知道有冇呢個關係，好似有關係嘅。其實每趟百勝閣開放日呢就唔係咁易做㗎啦，將軍澳咁好似佢每月都會有一個消防局嗰、那個百勝閣消防局開放日，之後啲人就坐的士入嚟啦，咁將軍澳呢就超多的士，咁時候呢就你又難搞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出到嚟呢个观塘啦，接到个客，但系咧个有啲远水路啊，宝达村。咁啊，虽然都系前面嗰度上桥直上就系啦，不过真系有少少嘅远水路，即系时间上咯，差唔多用咗九分钟先上去。咁啊，呢个系 Uber 接嘅，咁本身佢导航就写大概六至七分钟，六分钟至七分钟，我印象中。但最后用了九分钟，咁啊，均上去啦，一路就嗱呢、這个旗咧系有一点三倍嘅加成嘅，咁啊事前我都唔知道去边嘅，咁啊即管睇下去边啦，咁啊，好啦，而家就嚟到呢一个嘅宝达村，咁啊等一等个客嚟到啦。咁啊，上客就诶几好喎、啊！宝达村去荃湾咸田街，咁啊有 1.3 倍加成之下咧，呢支旗有190蚊嘅。咁啊，比起隔篱唔系真唔可以咁样讲嘅。不过隔篱其实有条巴士线去荃湾嘅，咁啊290啦，或者290A。咁啊290其实都好快去到嘅啫。
如果是頭先布達村呢個位置，因為之後佢就行呢條路就上公就上農場道噶啦，就唔會兜嚟兜去。咁啊，但係呢個客都選擇坐呢個的士啦，唔平嘅喎，想講真係，我收190，即係代表佢可能俾咗200多元。咁啊，其實唔需要咁貴噶嘛，即係如果你跳標嘅話就唔使咁貴咁，係啦。咁好啦，呢、這個就係加成嘅好處啦。咁啊，有時候啲長途有加成，咁司機就會賺得多啲啦。咁樣咁好啦，而家沿住個農場道咁啊，一路直去啦。咁啊，都非常之好嘅行程啊，九龍東去翻荃灣啊。係啦，即係如果啲喺街道上到呢啲客，更加係極度開心添啦。好，而家沿住農場道，好一路行咁樣行。咁啊，平時坐巴士翻荃灣就多，即係如果我喺寶達村，我都未必會坐的士翻荃灣，都係應該會坐巴士，因為嗰個方便啊嘛，真係直接有條線。好啦，話咁快咧，已經到咗荃灣路啦。咁咧就喺前面嗰個位咧，就經呢個迴圈咧，落翻去呢個德士館道。咁啊，再跟住前面243M 咧，一路直行轉入沙咀道。咁啊，去到再下一個路口轉右咧，就係鹹田街。咁啊，呢個位啊落客啦，咁啊繼續揾客啦，咁啊喺人際醫院外邊，咁決定啊轉左啦，轉左，首先就睇下人際醫院會唔會有客啦，呢個路口位冇，咁啊呢個千色店冇客，咁啊前邊直去街市街，然之後就呢個的士站排咗一堆車啦，都排咗三架車喺度，咁啊唔等。然之後去荃灣西站睇睇啦，有陣時荃灣西站會無啦啦唔夠車，咁啊睇下係咪咁嘅情況啦，唔係大量車咁樣就再走，可能去一去啟德專新村啦，再去啟德專新村睇睇，三格以上唔排三格 ，OK， 咁啊走，咁啊接到客啦，咁就喺海濱花園，咁樣有呢、這個係有一個獎金嘅呢、這個客，即係每張單係加30元。咁好啦，咁而家嚟一嚟呢個嘅海濱花園，咁啊上下先啦。咁啊，海濱花園去長沙灣瓊林街，咁啊非常之近嘅行程啊，其實即係非常之近啦，都係中距離。不過咧就好快去到，因為點解咁樣講咧？因為海濱花園都係呢個高速公路嘅出入口位啦，非常之快咧就可以上呢個高速公路啦。而呢個瓊林街咧，亦都係長沙灣即係麗橋落即係嗰個美孚橋啦，落完去好快到噶啦。咁所以咧呢支旗可以好快咁樣完成嘅。你睇到啲地點嘅時候，你就分析到呢支旗係可以做好快，好快就行完噶啦。咁就嗱，睇下幾快就到。咁啊，前面青山道直去啊，轉左，唔係即係前面就荔枝角道，唔係長沙灣道轉左，咁啊再轉翻右青山道，再前面轉翻左，咁啊入翻嚟呢個瓊林街嘅位落客啦，揾客啦又繼續。咁啊上呢個醫院都係純粹睇一睇啫，咁樣冇客嘅。正常都冇啦，星期日咁啊比較少啦，咁啊落翻嚟保安道有客，咁啊保安道咁啊一個婆婆，佢就去呢個油麻地賽馬會診所，咁啊呢個世界咧係有兩種乘客嘅，一種乘客咧係靜靜地唔會同你講嘢，一種乘客咧係咁同你講嘢，咁呢個婆婆係嘅，咁啊傾下偈咯，咁樣話佢係唔係好行到路咁樣。又叫我一陣拍得埋啲咁樣，或者直接去到門口個位置拍得埋啲咁樣。哇！收到你，收到你。
然之後問我講唔講一次，因為佢有啲趕時間，佢洗傷口咁樣。如果過咗個鐘數咧，就唔得噶啦。咁我話講得切嘅，講得切嘅咁樣。咁啊，呢個世界就有兩種乘客，一種就係會傾偈，一種就係唔會傾偈。即係如果我自己做乘客咧，就都一半一半，睇下個司機有冇撩我傾咯，撩我傾咪傾下咯。咁啊，冇撩我傾，我自己靜靜地啦。好啦，而家嚟到果欄呢一帶，咁啊，前邊呢個位轉右，咁啊，再前面再轉右，咁啊，到達呢個診所。OK， 又繼續揾客嘅時候咧，咁啊，唔知啊，轉翻出去呢個位啦，咁啊。呢、这個位置的時候咧，又接到客喎，咁啊又扭翻走，咁咧就喺嗰啲文 X 街嗰啲位嘅，咁啊喺呢啲位度等一等啦。咁雖然都嗱要 double parking 咁樣等啦，咁啊因為呢度真係呢度合法嘅車位同唔合法嘅車位都係長期勁多車。咁好啦，去伊麗莎白醫院咁啊去一去咯。咁啊，都非常之快就去到啫。後邊呢度轉右再轉左，咁啊，左登道直去，咁啊已經係 Q E 噶啦，已經係到咗 Q E。咁啊，一路直去。咁啊，呢個燈位咁啊都係啦，過埋呢個燈位上埋嚟，咁啊落客，落完客咧，咁我諗住一路揾住客啦。如果冇客嘅話咧，就去食飯嘅。咁啊，沿住呢條路轉出利敦道，然之後咧就轉去果欄嗰邊，咁啊再去富盈花園。如果冇客咧，就喺富盈花園嗰度食飯。咁啊，呢個係我嘅計劃。咁啊，睇下中間會唔會有客啦。感覺上同埋就真係冇啦，咁樣冇客嘅。咁啊，一路直去，我估計都冇噶啦。咁啊，同埋我內心都話最好冇客啦。咁啊，我去食飯。咁算啦，都係食飯算。咁有陣時食完飯出嚟，可能會轉個運咯，或者會好啲咯。好啦，食完飯，食完個海南雞飯附近啊，之後就揾客啦。咁啊出翻嚟富榮花園的士站啦。呢個站啊，雖然有三架車啦，流動得好快嘅。嗱，而家排一下呢個站，即係佢唔會俾你等太耐嘅。但係通常呢啲流動得快嘅站咧，啲人又唔會去得太遠嘅，又咁樣講，咁所以咧又慢慢喺度等一下啦，同埋食完飯消化一下啦，飯氣攻心啊，喺度坐低消化一下，順便又排一排站，咁啊係啦，等一等，其實好快有客啦，而家又，咁啊前嗰架上客，我呢架又上客，咁啊去咗敦嘅百家市街。哇，百家市街又分兩橛嘅，咁啊俾條佐敦道隔開嘅。咁如果你要去廟街個橛咧，你啊呢個位好轉左啦，咁啊轉直去佐敦道。如果你係去廟街對面嗰橛咧，咁就要咁樣直行啦，轉出柯士甸道。咁啊，再喺前面再轉翻左。咁你就可以去到另一邊嘅百家市街啦。咁有陣時啲街係咁樣噶，即係淨係講條街，但係分兩橛噶嘛。呢啲即係你又唔可以過到另一邊噶嘛。即係你去咗廟街嗰邊，又過唔到嚟呢一邊；你去咗呢一邊，又過唔到廟街嗰邊。咁啊，有陣時就要講清楚你去邊一橛啦。咁樣咁啊，繼續揾客啦。咁啊，又可能出下去大角咀海皮嗰邊啦。咁啊，睇下有冇客啦。呢、这個時候咧，就接到一個客啦，咁喺大角咀入邊嘅，
就是这个杉树街。咁啊，转右之后经福泽街咧，扭翻出去啫。好啦，嚟到咗杉树街上客，杉树街咧就去港澳码头。咁啊，前面转咗，咁啊已经好快可以去到樱桃街咧，然之后就可以入西隧噶啦。咁好啦，一路直去咁啊，经过呢个樱桃街，而家入紧西隧呢条路啦。好，咁啊，过一过西隧啊，咁啊一路嗱，今次系用一条快线啦，但系大家都睇到啦，行快线咧唔系特别快嘅啫，就系咁样，系啦。好，咁啊，一路直去呢个港澳码头，咁啊，前少少嘅落客，好呢个落客位啊，落客啦，咁啊，见到无论港岛车啊，或者系过海车，都系排长龙嘅喺港澳码头，但系而家已经过咗中午噶咯，啊，差唔多一点左噶咯，应该，咁啊，都咁多人，都咁多车喎，咁样啊。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其实接到个客咧，个客咧就喺 U 把接嘅，但 mark 错位嘅个客，咁啊最后个客咧自己取消咗，咁咧我又有钱袋嚟咗呢个位，咁啊有18蚊袋。好啦，咁啊取消咗啦，咁啊继续揾客，咁就上一上桥去一去西营盘啦。咁呢个时候咧，就接到个客咧，就喺呢个荷里活道磅行嗰个位嘅。咁啊，转一转上荷里活道咯。啊，咁啊，佢喺磅，佢呢个又系 U 把客啦 ，mark 个位咧，磅行嗰个位。咁啊，上客就去西贡嘅翠塘路喎。几好喎、啊，几大支旗，今日已经第二次入西贡噶咯，真系唔错啊！咁啊，有咩好讲咧？我突然间谂啊，突然间个脑一片空白，因为呢个行程非常之长啊！我可以讲下，其实遇到呢啲即系中上环啊，半山带去西贡嘅旗咧，其实系我想讲，如果你开 U 巴嚟讲咧，系周不时有嘅咁样。不过以前会多啲啦，可能系我即系以前会多啲啦，而家又少啲啦。咁啊，系啦，咁佢哋啲外国人咧，即系住喺呢啲半山区啊、中上环呢啲咧，好似都几中意去下西贡，可能有啲。類似係似外國嗰啲 feel 啦，啲屋企啲屋就矮啲啦，咁啊有啲佢哋啱食嘅嘢啦，嗰啲 fish and chips 啊，嗰啲有啲西式啲嘅餐廳咧，會喺嗰度開，咁所以可能嗰度幾啱佢哋嗰個感覺啦。好啦，而家又沿住呢個東隧，咁啊又同頭先朝頭早嗰個行程有啲重複啊，但係今次唔同就係入西貢啦，咁啊去翠塘路。咁啊，而家入一入去，咁亦都系我唔知我呢条路线系咪最正确啦。不过我觉得咁样行系最顺咯，即系咁样入坑口，即系得一盏灯啫。而嗰一盏灯通常都唔即系都唔使太耐嘅嗰盏灯，所以我觉得会好过其他嗰啲嘅。是其他的方法咯，我感觉上啊。好，咁啊，又嚟到坑口的位置，又嚟到呢个咁熟悉的汇船处。好，咁啊，转上嚟，咁啊，又经翻呢啲同样的位置，咁样入西贡啦。系咪去到呢个位置就？决定唔爬头啦，因为再爬头太冒险啦。头先咁样，系啦，
好，咁啊，继续咁样直行。咁啊，呢度就小心啦，有个50限速50快上，咁啊，大家都会收到好慢嘅。咁啊，回程嘅时候一阵再讲啦。回程嘅时候，不过而家都讲咗，不如讲埋啦。头先回程嘅时候咧，即系通常啦，过完呢个限速50嘅灯啦，大家都开始俾油噶嘛。但我想讲回程嘅时候咧，有一架隐形战车喺泊喺嗰个位喎，喺嗰个50限速上机之后嘅位咯。咁一阵可以再讲嘅。嗱，个客咧就叫我喺呢度等一等佢，佢去个铺头攞啲嘢，买啲嘢咁样，喺个白沙湾游艇会呢个位。咁啊，好快啫，佢呢个都爽手嘅。咁啊，之后咧就入去西贡嘅翠塘路。咁啊，前面个位啊，翠塘翻嘅位转右入去啦。咁啊，其实佢想去嗰个停车场嘅呢个位。咁啊，落客，然后咧。就去一去厕所先啦，呢度有个厕所嘅左边嗰个位，咁啊继续揾客啦。我见到啊，头先出嚟嘅车啊，西贡沿住呢个清水湾道出嚟嘅车，十格啦，有八格都有客嘅。我估计入边应该唔难等到客嘅，咁所以咧就去一去西贡码头嗰位啦。但系咧就最后咧就接到个客，咁我因为我见到都有啲车喺嗰度吉车出嚟啊，头先，咁所以咧就。都是照样入去啦，咁啊接呢啲 call 车客啦 ，Uber 接嘅又系，咁啊喺呢个位啊等等啦，万年街，咁啊上客去上环永乐街会，咪同头先个行程差唔多咯，头先又系嗰个上中上环带嚟到西贡，而家西贡去翻上环，咁啊几好，有够长啊，因为呢啲期，咁啊都系200蚊嘅期。連續兩支200蚊嘅期已經係啦，已經做完呢兩支係夠交個車租，咁啊唔錯嘅，唔錯嘅。咁啊，而家再一路沿住呢條路咁一路出去啦。就頭先所講啦，嗱一陣大家眼嚟或者停你停嗰條片，你可能會留意到嘅。对面，不过可能未必留意到，我都唔系好睇到，但系真系我睇到对面啊，拍咗一架隐形战车喺个快相机之后，我唔知道会唔会捉人，定系纯粹去拍低度休息。咁啊，一架系啦，一架宝马五系，咁啊，但系入边唔系宝马旅行车，讲错，宝马旅行车入边系坐住两个警察嘅。唔系隐形战车，我都讲唔到即系啲咩啦。咁好啦，而家落翻嚟坑口呢边，咁啊今日同呢个回旋处好似都成日出现啦，成日都入咗嚟。好，咁啊经翻将军澳隧道咧，又出翻去啦。咁啊。又再出翻嚟，然之后咧就行东隧走嘅呢一次，都系咁啊行东隧过翻港岛啦。咁好啦，而家已经去到呢个东隧口啦，咁啊入东隧。咁啊其实都几好噶啦，今日啲成绩咁啊行到咁样。即系元朗、西贡咁样机场咁样，即系好似咩地方都去下咁啊！个行车里数都几长噶啦，其实已经咁啊！睇下翻到嚟呢个港岛可唔可以做多搵到啲过九龙啊，或者做多几支港岛内运区内嘅短期，然之后就。过九龙，然之后慢慢等到交间啊，咁样咯，谂住。咁啊，因为都时间上啊，唔算特别多嘅，嚟到呢度大概两点半左右啦，大概啦，我印象中应该两点半左右。咁所以就系啦，咁啊呢个客咧去个永乐街咧，佢就系要由
嗰個德輔道西嗰個入嘅，因為永樂街都幾長噶嘛，去到去上環無限極嗰個位都係永樂街噶嘛，係啦。咁但係呢個下去嗰個位咧就德輔道西呢個位入嘅永樂街，咁啊落客。咁咧呢個時候咧又接到個客咯，就喺附近佢前邊嗰個位，水坑口街呢一個位啦，咁啊等一等個客啦，咁啊水坑口街去石澳喎、哦，咁啊其實我頭先講嘅同我內心一樣，即係我係諗住真係可唔可以做多幾啲短，然之後就去下九龍，咁啊九龍再。周围走嚟走去啦，或者都冇乜时间噶啦咁样。但竟然两点半左右咧嘅时候咧，入石澳，咁样入到石澳差唔多三点，咁就喂你话问唔问水咧？其实唔问水嘅，五点交更，咁啊石澳翻去荃葵青区嘅，我谂都系四五十分钟嘅啫，咁啊一定够时间。咁啊入到石澳应该大概三点，即系三点加四五十分钟嘅。即係好早嘅啫，都係，所以其實都尚算可以嘅。只不過你如果你要揾客翻九龍咧，就一定難度啦。首先石澳咧就冇咁易有客走嘅，其次就係你如果你吉車出翻嚟啦，再揾到客走咧又要啲時間嘅，咁所以就我都打定輸數咧，可能咧真係要吉車翻九龍啦，就冇咁易揾到啲客走嘅。咁啊，係啦。而家就经前边呢个出口啦，入石澳。咁啊，一阵沿路可以睇下，嗱，你可以睇下出嚟嘅车啊，有冇客？咁你大概知道石澳入边嗰个客流量系点样啦。我本身都仲有些少希望嘅，因为始终系晏昼啊嘛，有啲人可能玩完就走啦，咁样。但是呢我看到的情况呢好像就不太理想的。即很多这样吉车出回来的。那么沿路看想十格啦，有八格都是吉车的的士出回来的。所以我对于入面的客流量呢不是那么理想的，我感觉上。那么突然间又经历这个石澳啦，去这个石澳又醒起啦。那么之前呢我在赤柱排赤柱广场的士站啊，有一个前边架车就踢个客俾我，咁、那、一个客原来去石澳嘅，由赤柱广场去石澳，咁啊前面架车踢俾我，咁啊佢又拒载嘅咁样，咁啊可能佢就系唔想入到嚟冇客走啦，因为你入到嚟呢度咧，好似都好少喺石澳有客走啊，突然间醒起，好似未试过，未试过喺石澳有客走到。可能要再晏啲嘅時間啦，先會有人從石澳離開啦。咁好啦，落客啦。咁喺呢個時候咧，點解會有接到客呢？就喺 Uber 度接嘅。這個位咧就喺鶴咀喎，即係入埋的士禁區嗰一橛嘅鶴咀啦。咁啊幾好，我都想入去揸車入去。咁啊行路入過去嘅我，咁啊睇下風景、影相嗰啲，咁啊試過行路入去嘅。但揸車入去真係第一次啦。都唔係好多人有呢個機會，除非你係居民啦，或者你係嗰度做嘢啦，或者你揸的士。如果唔係咧，你冇乜機會揸車入去鶴咀嘅。咁好啦，嗱呢度單程路啦，咪讓下人，咁啊啲人仲會同你遞下手咁樣，俾個五俾你幾好。咁啊，嗱睇到佢備車處唔係好多嘅，因為佢啲車流量都唔係好高，咁啊有陣時真係好遠先有一個備車處。咁啊上客。鶴咀咧去石澳泳灘，咁啊去翻石澳，咁即係注定我都要吉車走啦。不過是但啦，咁啊其實幾好玩嘅，入下嚟呢啲咁嘅窄路，睇下，不過左右有人咁樣咯，會。我記得咧，由之前入去石澳睇下風景影相咧，咁出翻嚟咧，行到勁辛苦，有排行。所以坐即系，但系呢段路咧又唔可以坐啲 Uber 私家车，因为入唔到嚟嘅。咁啊，其他交通工具咧，小巴、巴士只会喺出边设站。咁所以除咗的士之外咧，你唯有只可以行出嚟嘅啫。
咁好啦，而家石澳泳灘落客啦。嗱，見到條車龍，的士排隊嗰條車龍咁長，咁啊唔等啦，咁啊離開。離開嘅話咧，咁啊又係都係經翻呢個石澳道咁出翻去啦。咁啊離奇嘅事情又再次發生啦，就係、是、咧又接到客咧喺石澳入邊喎。就是在學嘴入面，咁又入多次去。第二次入呢都係覺得幾好玩，我想講幾有趣喎，啲咁嘅窄路，尤其是嗰啲人車爭路呢，咁啊係啦，我幾鍾意行啲窄窄地嗰啲路。咁啊今次呢個客呢係再入啲，再入面啲嘅嗰橛學嘴，咁啊呢個位咁啊，學咗去筲箕灣站，咁而家又經翻呢個咁窄嘅路出翻去啦。嗱，你我所以話呢一集咧，就我覺得比較有趣嘅，入下呢啲咁嘅路，幾好玩嘅。咁啊，同埋又令我拍片有多啲題材咯。入下呢啲路，我之前都想入噶啦，但係自己吉車入嚟，然之後又吉車走，好似好傻豬咁樣。咁啊，有客叫車就最好啦，咁而家咧就學嘴入筲箕灣，就出翻去筲箕灣站啦。好啦，沿住呢條石澳道一路出去啦。但我想講前面架私家車咧太慢，雖然呢、這個。show 唔到俾你睇啦，但佢真係好慢。不過咧，其實我爬咗佢頭咧，但係最後都會塞翻啲燈位啊，同埋前面都塞車。其實都冇需要爬頭嘅，咁啊，下次都冇需要爬佢頭。但係佢真係太慢，我認真同埋喺啲唔係好正確嘅位置落 break， 我唔係咁想跟住佢咯，嗰位。同埋適逢有段大直路可以爬頭，就爬咗佢頭。如果唔係正常啲咁嘅路我是不会爬人头的，但除非那条友前面那条友，我觉得跟下去我自己不是很安全。不过最后在这里到后镜看回，原来是一个老人家来的，都还有都几老下的，那么他反应可能有点慢咯，即是有时的 break 位我觉得他落错了，或者他真的车速过慢咯，有些时候即是过慢。系咯，就系、是、慢得滞，所以就爬咗佢头。好啦，因为佢要去嗰个筲箕湾站咧，就喺嗰个好出名嗰个鸡蛋仔店啊，低调高手隔篱嗰个位嘅，佢 mark 咗喺嗰个位啦。咁啊，经呢条路过去系最快噶啦。咁啊，呢个位有个出名嘅鸡蛋仔。好啦，前面个位望龙街咧又上客去兴东村。咁啊。去到咁啊，我都系点样讲咧？都系去到西湾河嗰边上噶啦，唔会天宇广场上嘅。咁如果唔系，兜个大圈。同埋系咪呢一橛嘅天宇广场上嗰上耀东嗰橛嘢嗰段路，好似系咪仲系封紧嘅，未整好？因为我见到啲巴士仲系贴住咩改道嗰啲纸牌喎。所以是不是应该未整好呢？兴东村落客啦，又再兴东村上客啦，去太古城中心。其实都超过四点㗎啦，咁做埋呢个客，我諗自己唔认名都要吉车走㗎啦。咁啊係啦。去到前面太古城中心嘅落客位。好啦，落客，咁啊神奇事情发生咗啦 ，HK Taxi 喺呢个 HK Taxi 入边，香的，咁啊买个关子，大家估下思琪去边？香的嗰度，去迎翠半岛啊，送我翻去交间啊，咁啊虽然用咗少少会员积分啦，但都值得嘅，咁啊正假期收来回程过海费，直接去到交间附近位置。兩公里內應該有嗰、那個可以去埋青衣氣站入氣噶啦，咁啊再翻去交間，
错唔错，不好，不错不错，讲错，不错不错，几好啊！好耐冇试过有呢啲咁嘅旗可以带自己翻去教间，咁远嘅太古城都可以无啦啦，仲要系我落客个位置，直接系直接有旗去迎趣半岛。咁啊，仲要嗱，如果扣除25蚊隧道费啦，咁啊车费加回程费，我都成收成190蚊啦。所以系啦，好好彩，即系有阵时候你就算你想你想扣会员积分，都冇啲咁嘅期咯。但系真系好好彩，我只能够咁样讲。咁啊，今日都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咯，又去咗啲西贡，又去咗啲石澳啊，咁样都有客走，仲要啊，去朝头早入咗大西北，又有客走咁啊，今日真系好彩嘅一日咯。纵使系迟咗开工，但有时迟咗开工唔紧要嘅，咁啊，你好彩就得噶啦。不过虽然唔系次次咁好彩啦，咁样吓。好啦，咁而家到咗呢个青衣个位啦，咁啊，迎翠半岛，咁啊，直去。咁啊，呢条路靠左转入呢个迎翠半岛嘅专属道路，上呢个落客区。咁啊，落客，咁啊，真系我都唔知讲咩好啦。今日劲好彩，咁啊，嚟到呢个位置去翻个青衣气站入气交间，再翻去交间咧，哇，劲正，即系人即系笑埋出嚟咯，自己都。咁好啦，今日呢一个嘅驾驶报告就大致上去到呢一度啦。咁就今日都系真系又讲多次，真系非常之好彩一间啦。亦都带大家去咗唔同嘅地方啦，包括朝头早去下元朗大堂啦，去下西贡啦，去下机场，又去下鹤嘴个石澳鹤嘴。再其实今日都好多呢啲大长途嘅期啦。其实。如果睇開啲片都知道，我唔係成日都有嘅，有陣時都做好多短期嘅。今日呢個就好多大長途咁啊，令到即使遲咗開工咧，個生意也都幾理想嘅。咁所以都唔錯。咁啊，而家我就準備去入氣交間啦。咁今次嘅片咧，去到呢度係咁先，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